恁个讲我熬夜店，互恁大家兴啊、旺啊，咱一声发啦！对哦，发，因为即久即个餐馆爱十二点，伊讲有可能爱困了，我会食一困了，咱发回去，我那熬夜店里上哦，有咧庆祝天休，好，咱个熬夜店互恁大家。真想没所谓，你跟我，哈哈哈哈哈！姐，你要叫我们各位男的了，你转过来，你叫我怎转？你千万叫我去来抢，我爱你当时你有对眼奶奶，我蛮甜的，我知影你袂闹哄啊，我是今日下垂啊。老公啊，下垂镜，好多人都瞧，别那边拍戏啦，先归店给拍戏。好容易啊，啊，哎呦，哎，我签名啦，来，哦，签名的，哦，要好听啊，好过瘾啊，听我讲啊。对啊，你给钱大姐，因为红黑那这条这刀还会破的红。哎呦，你好像看到我的直播。我们大家举手给大家知道，现在有一万多人在看我们的直播，我们几把卖烙鬼，几把人卖烙鬼，阿罗萨的朋友卖烙鬼啊，我喊宝业店，等一下，我喊宝业店，我的店我的大哥我笑过，虽然大家可能知影，这个位置能够我声音沙。OK 了。伊个介绍我去打针，叫我去打针的。我朋友甲讲，伊打你脑沙，你唔当去打，你打一个针啊，你不会要回去啊？你害我安尼办？对无？红雷甲人打针的，家己唔敢打针。我唔敢，我唔敢。你来，我打大支针的。我唔敢打大支针，我有三个囡仔。哦，笑的你。我咧知。我哪会知道红雷是水机还是土机？21.5不含土。你想跟我几多土？你想抢我？红雷几好嘞！我很懂啊，周杰伦你几把都是新的专辑哦。本来我比较厉害啊，我给他们报名啊，你们都水壶啊。是啊，我自己讲自己爽。我你推演唱会跟周杰伦做你。哎，不对，我演唱会会点废话，不对啊。对哦，不对。真的是瓜不对。我做直播还是这两个不一定是细高了，因为啊我的喉咙每天啊在做直播用喊的喊到完全不能唱，真的不能唱。本来我今天是录音哦，我跟你们的国宝机今天是有一首歌要录的。什么歌？你们的国宝机的啦。国宝机哇，最近好像他的歌曲进入台湾的金曲奖那个打破砂锅了。我刚才动啊，包他位了，来，麻烦，他不会公开，来，我累呀，你蛮帅的，你看过我吗？看过，杨丞琳见过我没有是查甫查某，我第一次听了，啊，我没有是查甫查某的，我唔知啦，你叫你阿妹，你就是公婆，懵掉，懵掉，懵掉，啊，那我头先做阿妹个拍子看的，你真蛮像谁的？像苏彩琴。真的，你看你像蔡奇，这是蔡贵的蔡奇。你打败你看的皮肤，我拿欧罗外等打败破烂人数，可以了 ，OK 了。因为现在新加坡啊，如果歌台是不可以反串，对。如果新加坡反串要申请，要申请啊。如果新加坡歌台要申请要反串，要他的表格你要申请。完了。要，不然会被罚。马来西亚 OK。我认识我，自从我卖了鱼钩货。我走在街上，新加坡也好，马来西亚也好，有华人10个里面有9个都会找我拍照。到现在我都没有说不可以拍，每一个我都拍，因为我觉得你们跟我拍照是我的荣幸。
杨导的戏 cancer， 我们的故事把播把坏 cancer 没有得拍，歌台全部全新加坡连一台都不行。我记得那一年刚好2020正月初十，全部下了台全部 cancer。 我跟我老婆说，我到三月的时候，我一个就两个多月没有工作，我是收入，因为我说最小，不过我刚刚还到2018年，朋友搞你嘛，如果亏完时间又碰到疫情，那几乎一个人给我买5条哦，真的5条哦。因为第一次，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没有赚钱，我不红他们请明天呢，我就讲给朋友双发。那时候帮朋友 ，Angel 巴萨阿伯，你阿伯要去吗？还跟马龙，如果第二个州就是关丹，也是从来没有被邀请过。其实十三州，包括东马、古晋、梅里啦、石屋啊，都跑到完了，好不好？看到直播的朋友，关丹的朋友，第一个来，王雷算你半价；关丹来的人，第一个算你半价，因为我就可以算到我整个，我可以跟我的子子孙孙讲啊，全马来西亚你的阿公在2022年跑到完了啊。因为十三州现在我只跑11个州而已，好不好？我希望继续把努力把好的带给大家。你31号出来新加坡找我 ，OK 吗？我叫我太太回娘家，你来我房间睡啊。谢谢啊！谢谢，他跟你留
好的，没有了，慧珍了，那个屁，来掌声鼓励我们的慧珍来了。大家好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广告。带一些年轻人来做直播，歌台没有的唱，文书也毕业了，他做戏剧，做戏剧，他边做，他做，跟他一起做直播。Thank you.